半个多小时了，一直没有人。我们当时玩密室的时候不是害怕，是恐惧。最害怕的是只要一听见那个电锯声音响起，我们四个人直接就懵逼了。我们当时那个道非常窄，然后那个女生本身就个子比较娇小嘛，然后一推撞，然后他自己就倒了。他刚开始倒了一次，然后有一个男生就是说是要把你拉着，然后结果拉着就没有放手。现在三岁半，他从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对化妆有浓烈的兴趣，然后我们就在培养他这方面的技能，因为他在店里面经常看到我们给客人化妆，所以说呢他也喜欢上这个化妆这个行业。首先她是我的侄女儿，她喜欢这个化妆这块儿，然后作为姑妈的我就全力支持她，但是她画的还是比较好，小妈妈，然后她挺开心，她喜欢玩这个，我就支持她。